们小时候是在这个老大楼里，给了我一个很多很多回忆的地方。五岁吧，最早的时候他妈觉得我吃饭也不吸收不长个儿，那对面那个舞蹈班你要去抱一下跳一下会不会就是吸收快一点，我说我去看一看，没有想到一跳就跳了很多，什么舞都跳，因为我们是视障联盟会经常出国演出，代表上海代表中国我们去出访，然后呢可能我们就带二三十个小孩一起出去，在艺术团是给了我一个非常深厚的感情。艺术团也很苦，我们不是专业的舞校，所以我是需要跟普通的小孩一样读完书之后去那边去练跳舞的，所以我没有寒暑假，我没有双休日，有想过放弃，但是每一次跳这种出国呀、或者说是一些这样经历，觉得很自豪很骄傲，从小给到我的见识和经历是很多的。所以在那里真的是过了我整个童年和青春。我叫袁明言，身高1米67，体重55公斤，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我参加过的电视剧作品有《我是杜拉拉》《飞刀又见飞刀》《太极门》。刚毕业出来就是开始演戏到今天，其实我也不是一个刚出来就可以演戏的一个学生，我可能最初我也是需要凌晨会从诸暨坐晚上一趟车坐到安徽池州去拍戏，就是那个时候对自己的经历的东西，就是才会有时候一定要很努力很努力的去做每一件事情。其实这个东西可能是需要你去坚持，不坚持你不知道后面发生的是什么。我就是个演宫女的龙套，主演都在化妆间呢。性格来说，我落子无悔，就是我其实已经决定做了这个事情，就会想要努力把它做到最好。从入上戏到今天已经整整10年了，但我更希望是觉得这段时间要慢慢的去沉淀沉淀自己，然后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往前走。因为其实我不是一个技巧型的选手，在演戏的过程中更多的可能是投入我自己的真情实感。我从来知道还有一个我，唤醒是一场盛大且漫长的仪式，时间雕刻光影也雕刻我，而我终会醒来。你好，我是演员袁冰妍，年度人气女演员袁冰妍，被无数观众称赞为从书中走出来的真实玄机。你演的莫珊珊，我不是喜欢，而是很喜欢。我第一次看原来我一个游泳的人居然在水里可以演憋气120秒，就好多次就磕了呀摔了呀。有的时候我们会拍到早上5、6点结束，然后有的时候3点钟就起床，就是很困，但是脑子很清醒，然后就只能吃就是安眠药，越来越严重。最后一个多月，我都上了好多次医院，发烧嘛，然后发烧其实你发烧好了，就本来我以为没事了，结果那肯定有炎症，没有看完了，就这个耳朵都有点听见了。然后还有就是中暑到，就是一个是因为没有睡觉，然后加上中暑会到心慌的那种。但那个时候已经临近杀青了嘛，你也不敢去多休息，也不敢说是去医院。我觉得突破自己确实是作为一个演员一直要去努力去做的一个事情，因为你不能永远的只是导演，我还是有一种角色。其实我觉得野心谁都会有，首先是要对得起自己，我不希望永远的被动，我更希望说在我这条喜欢的道路上我有更多的主动权。我想对当初看薰衣草的自己说，你已经长大了，你要变得更加的努力，我希望你可以影响到别人，让别人的梦可以依托在你身上。我会去看的，但是想通了也就知道自己应该要做什么，应该要做什么。
除非有伤害到我的家人或者什么的，不然的话我应该也就就不看或者是就这样的。我很爱你们，然后呢希望你在叮嘱我，然后照顾自己，然后照顾自己，要穿秋裤，要多吃一点，不要节食，不要减肥，吃好喝好啊。我知道陪伴一个人呢从无到有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我特别感谢你们每一个人，无论是陪伴了我好几年，还是说因为新作品支持我的，感谢你们愿意为这么一个平凡的我付出你们的时间和精力，每一份我都会记在心里。可以保持初心，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前走，也希望所有我爱和爱我的人都每天可以开开心心的